金州染政府用百日七千万元在竹北市东兴村公然顺头而乐意一栋新州染的总图书馆按算日八日十三年年代走得走后认为是公改事件就两年人研究为到的老本单贴皮为的来加添色彩所以第二下其实一直到六年代为止除了人类十三乡镇时间过小和三个还有有机人的小朋友来给他为的文化进土发通第三个作品还没掉到贴皮为的红就现在和三个走在一条狗竹北市东兴村公园强有余额，天然界木景顺头撒出现铁围篱。原来一下东段嘅起新竹站的总图书馆，为拍摄嘅围篱，本民众迟到，老公园嘅景观又人民嘅收藏。如果铁皮可以做一点改变的话，但可以符合一点这种大自然的感觉，会比较搭配一点，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像就只有铁皮的那种原本的颜色。为到爱美发铁围篱，新竹人文化局规划，老人类国小各种带年纪的学生啊，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盼围篱美发进土发通，打破阿娘来了解新竹人小朋友对图书馆的期待，增强民众对彩铁文化的情感，还有参与感。你报名哈，是读啥？今年开始到六月三十哈，你用八开的土哈。来一个上瘾的题目，哈、啊，来就是直接寄来或交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收就做得啦。新竹县文化局讲，了摆正经发通，对十三只乡镇市的国小学生啊，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老提高学教，先来体育五十五天的作品过后，输出台新的反哺土法方式。都有两百二十公里长的铁围篱，分批展出作品，为起总图书馆的工厂加添新的创意。下个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